看例题六，如右图此蛋哦 ，A 一，哦，这里有一个这个图啦，有一个这个木块，哦，海绵啦，哦，他说海绵，子弹哈，质量是 m 一，啊，速率是等于 v 啊，啊，方向往这里，啊，质量是 m 一啊。好，向右入射镜子以光滑平面上的海绵体，这海绵体质量是 m 二，哦，那把它射进去，射子弹进入海绵后哈，最后它是留在海绵内的，哦，最后是留在海绵内。若海绵对子弹的阻力哈，恒为定力 F， 就海绵呢阻止它嘛，哦，这阻力哈是等于 F。则子弹与海绵的作用时间为何？好，我们看啊，一开始作用的话，哈，它给它的作用力往这边嘛，那它给它作用力也就变得往这边，哦，啊，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同，根据牛顿第三运动定律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哈，它撞进去以后哈，到最后它会加速，啊，它会减速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推它的方向是往这边。他推他的方向往这边，他最后呢，他的速度越来越大，他速度越来越小，等到呢一起跑的时候，他们之间就没有相对运动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他问哈，这个从速度等于零加速到呢一起跑的时候，他所什么呢？花的时间是多少？好，我们看，来先来算一下他的末速。啊，我现在把系统定在这里的时候，系统总动量是守恒的，也就是说，一起跑时候的动量跟一开始的动量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 ，m1v， 啊，这个会等于一起跑的那个动量 ，m1 加 m2 哈，啊，这个是 vx。好，那一起跑的动量，或者我把它写成 vc 好了，一起跑的速度就直线速度了。这个时候 vc 等于多少呢？小 m 一加上大 m 二，哎，小 m 小 m 二 ，m1v 啊，这最后的直线速度，就是一起跑的速度了。啊，现在我要算那个作用时间。好，作用时间呢？他们在作用的时候，他推他的作用力是等于 F 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就知道加速度，二的加速度了哈。现在我是把对象定在这里，啊，他给他现在力变成外力，哦，就等于 F 哈，啊除以 M 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哈。到最后它的动量变成 F2 的 VC 啊，那它给它的冲量啊，就是 F 乘以 T 嘛 ，F 哈，啊乘以那个 T， 啊会等于啊，会等于它的动量变化 ，F2 啊乘以 VC， 那这样的 T 就可以算出来，这个就变成多少呢？我把它写在这里啊，这样节省空间。这样是等于多少呢 ？m 一加 m 二哈 ，m 一 m 二 v 啊。那我把就可以把 t 算出来。哦，这是作用时间 f。m 一加 m 二，换成 m 一 m 二 v， 这样子。那这样这个就不用了啦，不用把加速度算出来。我现在是算冲量，那 T 就算出来。好 ，T 算出来以后哈，在作用时间哈，子弹跑了多远呢？作用期间子弹跑了多远？那我现在哈要算这个子弹加速度，拿用等加速运动公式来算哈。现在算 A。A 哈，它加速度，因为它给它作用力是往那边嘛，所以等于 m 一分之负 m。好，啊，它从速度 v 哈变成 vc 啊，
速率变慢了。好，那我用等加速运动公式来做的话，就等于末速的平方减掉初速的平方，它会等于 2S 啊， 2A， 好， A 线是这个，它乘以 S1， 好，就是这个子弹的走的距离。那这会等于多少？这项多少？把它倒过来啊，倒过来的话就是说，F M E S 啊，等于多少？把这两个对倒过来，倒过来的话呢，这个有个 V 嘛哈，那 V C 平方 ，V C 平方，这 V C 平方。就变成 V 平方减掉 VC 平方 ，ME 加 M 啊 ，MEV 平方，然后给它通分，我把 V 平方抽出来，啊给它通分，通掉一减掉这个平方，就是 ME 加 M 啊平方，通分 ，ME 加 M 啊。平方减掉 M 一平方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这样就可以算出来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就是这个减这个，好 ，A 平方减 B 平方嘛，这个减这个是 M 二，啊乘以这个加这个，好就是二 M 一加 M 二。然后我再把那个要求 S 嘛，再把它除过来，然后就是 S1， 这是 2F M1 加 M2 平方，那 M1 都要乘上去 M1 M2 2M1 加 M2，然后归平方，好，这样子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这个，子弹跑了多远？啊，还有他算什么？子弹留下的弹痕。那子弹留下的弹痕怎么算呢？因为子弹哈有在跑，啊，但是海绵也有在跑。那这个时候哈，这个还用得到哈，这个可能用不到。我们看到现在，我们看海绵呢，它跑了多少距离？海绵的话，我们现在来看跑了多少距离。这个海绵的加速度哈 ，a 2等于多少？等于 f 呢除以 m 2。好，我来算海绵跑的距离。海绵哦，它是从速度零哦，啊跑到 VC 啊，刚刚那个 VC 哈、哦，把它擦掉不行，这 VC 哈、哦，这样是等于 M1 加 M2 啊，啊分之 M1 的 V 啊，哦这直线速度哈、哦、要用到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海绵跑的距离，海绵跑的距离我们叫 S2 啊，那满足多少？满足末速的平方。减初速，海绵初速是零的，等于二 s 二 a 二 ，a 二是它，二 s， 那 s two， 那 s two 就可以算出来，就等于二 f 分之 n 二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平方 ，m 一加 m 二。MEV 的平方，所以现在变成多少呢？ 2F ME 加 M2 平方二分之 M1 平方 M2 RV 平方，哦，这个是海绵跑的距离。好，那海绵跑的距离，我们来看弹痕。这弹痕的话怎么看呢？弹痕是这样看，
就是说子弹哦，一开始作用啊，我们就以这个当基点，哦，然后呢，嗯，作用完以后哈，跑到这里来，哦，啊，子弹跑多远呢？哦，跑到这里来，子弹从这里跑到这里，这是啊，这是 S 一，子弹跑的距离。啊，那个时候呢，那个海绵跑多少距离？海绵是从这里啊，啊跑到这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 S 二。啊，所以氮能是哪一个？氮能是从这里跑到这里，这是氮能嘛？哦，就是以那个头的话当标准，啊打进去嘛，从这里算到这里。从这里算到这里呢，就弹，我就子弹呢在海绵里面跑出去，所以它的那个弹能哈，德塔 S， 这把它擦掉，德塔 S 哈就是 S 一哈减掉 S 二，德塔 S 哈等于 S 一减 S 二，啊这等于多少？等于是这个2 F。M 一加 M 二平方分之 M 一 M 二，二 M 一加 M 二，啊不一定啊，啊减掉这个，这个是二 F M 一加 M 二平方，啊分之 M 一平方 M 二。不一定啊，那这很容易就算出来，好，先把它擦掉。然后把这个一样的东西啊抽出来 ，M 一 M 二嘛 ，I 不一定啊 ，I 底下这个，二 F M 一加 M 二，平方，还有就是。M 一 M 二就可以抽出来，还有物品吗？然后现在是里面不一样，里面就是二 M 一加 M 二嘛，啊，减掉多少？这里只有抽出一个 M 一嘛，所以留下一个 M 一 M 一啊。好，那这样好，刚好的话呢，刚好这变成多少？变成是这消掉一个嘛，变成 M 一加 M 二了。那 M 一加 M 二。跟它又可以约掉一个，约掉一个，哦，所以这氮能的答案很漂亮，二 F 哈 ，M 一加上 M 二，啊，或者 M 一哈 ，M 二哈，不一定啊，哦，这个就是氮能。